社长周瑞娟先生、主席杨德山先生陪同我哋今日嘅主礼嘉宾咧到台上就座嘅。首先有请香港武术联会副会长兼义务秘书长尹庆元先生 MVP BBS， 俾多啲掌声佢哋啊，好唔好啊？跟住有请华欣中国太极及武道演艺社社长马华师傅，香港全真龙门太极拳协会会长张永雄师傅，安琪太极学会主席黄少廷师傅，由尖旺区议员中国武太平绅士，义务法律顾问吴文坚律师，永远荣誉社长龙华昌师傅，以及永远荣誉社长许世昌先生。俾多啲嘅掌声我哋嘅主礼嘉宾啦，因为咧佢哋今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嘅活动咧，令到我哋嘅活动亦都丰盛咗不少喎。除了呢我們一班的主理嘉賓之外呢，我們也都有請我們本社的榮譽社長一同到台上的。首先有請各位主理嘉賓就座先，是現在晒是了。接著下來呢我們也都會有請我們的榮譽社長一同到台上就座的。那我們呢這個排名不分先後，而我們這個師傅呢也都是人才仔仔，人數也都非常之眾多的。那各位師傅聽到自己的名字呢，不用客氣，你一起上來就座了。有请杜森师傅、马伟焕师傅、卢伟强先生、郑凤池博士、罗伟忠师傅、徐一杰师傅、李泽平师傅、冷天峰师傅、冷晓峰师傅、孙超炳师傅、严义松师傅、陈国华师傅、黄宇航师傅、叶满堂师傅、黄永远师傅、黄秋明师傅、邓文基师傅、洪永慈校长、赵婉仪小姐、吴凤冰师傅、梁玉英师傅、林婉华师傅、罗国兴师傅、李润天师傅、黄志明师傅、何敏驹师傅、郑志权师傅、郑子钦女士、李美卿师傅、陈月明师傅、温玉仪师傅、伍艳卿师傅、孙世达师傅以及麦月霞师傅。系啦，呢34位咧，亦都系我哋本社嘅荣誉社长嚟嘅，不如都俾啲掌声佢哋好唔好啊？除咗我哋嘅荣誉社长之外咧，咁我哋另外亦都有请本社嘅名誉社长咧一齐到台上就座嘅，有请潘月华师傅、梁玉丽师傅、余千花师傅、许荣贵师傅、陈丽杰师傅、李淑英女士、冯丽群师傅以及关俊廉师傅嘅，有请咁多位。加上我哋今晚嘅活动咧，系有太多师傅同埋太多主礼嘉宾啦，令到我哋呢一个活动咧丰盛不少。同埋咧，喺头先开场之前咧，我哋亦都有20几个表演，珊珊你有冇听到啊？全部都是師傅級的人馬出來表演，我剛剛真的眼都沒有眨的。是的，錯過了之前那些不要緊的，因為接下來我們的晚宴裡面也都有很多位的師傅為大家表演的，那大家記得落足眼睛去欣賞。好，現在有請社長西水清先生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新社長。尹慶元 MVP BBS， 中港武太平紳士，吳文堅律師，容華生師傅，馬華師傅，張永雄師傅，黃志平師傅，許世昌先生，各位榮譽社長、名譽社長，各位來賓，各位社友，大家好啊！今晚是群力太極拳演藝社鼎新年聯歡晚會，本人僅代表
管社同埋全体执委表示热烈欢迎尹庆元 MBE TBS 中港舞台评审子吴文坚律师、龙华新师傅、马华师傅、张永雄师傅、黄少权师傅、许世昌先生在百忙之中临主礼，令今晚晚宴倍添光彩。亦都藉此机会感谢一直以来年年支持本社活动的富荣花园的朋友、师傅、社员。本社成立了已经是第八年了，每一次的社会公益活动多得各位本社的教练、社员忠诚合作、群策群力，在社会公益弘扬价值权方面尽了一点心色的功力。日后得期望各位名誉社长对本社多多指教，将本社的业务发得更加好。在趁此机会本人一代表本社同埋全体执委喺度咧，亦都祝阿萧师母身体早日康复。最后啦，祝各位身心康泰，多谢各位。好多谢晒新社长。接住有请主礼嘉宾致辞。首先有请香港武术联会副会长兼义务秘书长尹庆元先生 ，MBETS 为我哋致辞。台上咁多勤力太极拳艺社嘅领导人，同埋台上咁多位嘉宾咧，先喺度向大家致敬。我追随咗勤力拳艺社咧，足足超过八年啦，未成立十年先追随你哋。每次你哋喺出边，无论系公益筹款嘅表演，或者系大小不同，我哋武术团体嘅表演咧，我都天和會席加兩句介紹咁多，不過呢我從來冇介紹過一樣嘢。勤力太極拳藝社原來你哋一班所有會員係非常之積極嘅，所以一聲號令邊度表演即刻大家齊集。而此外咁多次我介紹你哋嘅時候呢，原來你哋咁多位積極嘅會員裏面，尤其是領導人方面咧，好似若干個音樂專家嚟嘅。你話切，太極同音樂有咩關係啫？細細聲話俾你聽。如果個別邊個師傅出去表演咧，在座有好多老師叔，好大名鼎嘅老師，比起上嚟唔知點比。但係如果集體表演咧，集體無論是拳的套路、刀的套路，太極拳藝社別樹一次。為什麼別樹一次法？因為他們是音樂專家，陶冶到所有那麼多會員真是一發一收，原來那個節奏由發到收都這麼完整。那你不要以為說好易啫，一聲號令我說一就出了，原來不是。那個行運由開始至到尾，那流水開始流至到落地，那個節奏有音樂感的，所以很多會員一打出齊齊節奏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們在這麼多次公開表演，不單止拿到掌聲之源，拿到掌之源厲害了。香港很出名的我本叫《紫荊養生雜誌》訪問過你們貴社的，還有2014年尾2015年年頭代表了我們香港武術聯會呢上了去桂林，原來五大洲的太極交流大會是你們社的代表開口，所以呢出去呢就真是添了光彩之餘，我們香港都有東西。既然這麼好啊，值得恭喜了。不止今晚咧送一樣少少禮物俾大家，你話喂，有啲咩禮物可以送啊？我拍下兩手方方上嚟。最近啊，原來北區醫院有人捐咗200萬，北區醫院捐200萬翻嚟，我哋咩事啫？但唔係啊，原來五個專科醫生、五個高級護士巡迴18區。去所有18區公共醫療中心教我哋一班老人家，所有老人家係唔使錢去學，學乜嘢呢？佢話
你掹大隻腳，膊頭咁寬，雙手遞高就吸氣，用丹田落嚟咧，吸過去微曲嘅呼氣，又用丹田呼到最尾咧。所有老人家輕輕收一收肝，要嚟做乜咧？原來我哋呢班咁老嘅咧，耐不耐啊？翻到屋企一見到個廁所，湧到入去，或者咧去完廁所意猶未盡嘅，出咗嚟唔夠十分鐘又要再入去，頭先呢下咁個動作，十八區而家教完啦，都好可惜，二百萬使曬，冇再教啦。咁原來真係好多我哋班老人家個個得益，從此練咗呢個之後咧，唔使急住去廁所，又唔會話去完廁所即刻要翻轉頭。原來我哋個體能啊，淨係做呢樣就已經係生得咁好。研究落去原來係我哋太極理式嚟噶，真係咁簡單，提一提手，放一放鬆，最後收一收光，竟然之間有咁大收穫。在座諸位我都識嘅，我喺度要求大家就話：今日開始啦，將你最好嘅嘢貢獻俾你所有自己親戚朋友。尤其是上咗年紀嘅，話俾佢聽，你一日要唔使多喎，20下，起落呼吸20下。啊，我哋收得到身，咁然後咧發揚光大，一路去咧，佢哋會再捐200萬，我哋發揚出去多過400萬、600萬啦。喺呢度多謝大家努力。好，多謝黃慶賢先生。接住有請由尖旺區議員中港武太平紳士為我們致辭。倉社社長、尊敬的蕭慧斌師傅、曾瑞卿社長、楊德山主席、香港武術聯會運慶員 MBD BBS、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各位武林高手、師兄師姐，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同各位在場300多位武林界的好手大家共聚一堂，為的是什麼呢？就是為了是慶祝群力太極拳嚴藝社我們8周年的周年聯歡晚會。我自己記得呢，我參與群力太極社的聯歡晚會呢，今年呢都應該不是第8年，都是第7年去啦。其實事實上呢，每年呢我都是抱住呢好期待的心情，每去到每年的6月呢第一個星期呢，我呢都有個約會，就是約了群力太極社同大家呢是共聚一堂，咁今年亦都唔例外。咁咁多年以嚟呢，我都見到喺蕭慧斌師傅、曾水清主席同埋呢係楊德山主席等等大家帶領同埋各位帶領之下呢，群力太極拳嚴藝社嗰個嘅會務發展呢係蒸蒸日上。大家呢係以武會友，喺唔同嘅社區將強身健體，大家呢係每天都係做運動去練武，將大家咧係嘅生活咧係更加有意義。咁同步咧，群力太極拳嚴藝社一班嘅師傅朋友咧，我都知道咧係積極參與各式各類嘅比賽，有本港嘅，亦都有世界級嘅，亦都係獲獎無數。喺度咧，我想借大家掌聲，好啊！多謝各位師傅過去咧就對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咁而喺今日儀式前咧，我都知道咧。有23項嘅武術嘅匯演呢已經係表演過啦，咁喺儀式後呢喺台上面呢亦都有更加精彩嘅武術嘅演出，咁喺度呢我都唔阻大家太多時間啦，咁喺度呢我再次代表由尖旺區議會呢係祝賀群力太極拳嚴藝社會武蒸蒸日上，大家繼續以武會友，多謝大家。多謝中港武太平紳士，都非常多謝兩位嘅主禮嘉賓，希望我哋嚟緊群力太極拳嚴藝社嘅活動咧，都可以繼續見到咁多位嘅。跟住落嚟咧就係有一個宣誓嘅儀式喎。咁其實我哋今晚呢一個晚宴咧，除咗係我哋社長啦、主席啦同埋創社社長一齊努力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有一班嘅執位咧去幫我哋進行今晚嘅晚宴，所以咧我哋今晚嘅晚宴咧係非常之順利嘅喎。咁首先咧，我哋就有請我哋群力太極拳嚴藝社嘅全體委員咧一齊到台前先。咁包括係社長曾瑞卿、主席楊德山、副社長曾玉梅、吳永根、副主席
李康强、黎子敏，排合主任冯瑞卿，秘书袁子欣、黎晓常，总务主任袁志刚、苏石雄、吴敬昌、吴桂苏、林景璇，康乐主任李耀根、吴成斌、吴楚怀、梁任明，福利主任陈伯康、黄丽芳、欧嘉莹、梁丽晶、卢锦凤，会务顾问詹超丽、余慧芳、黄建文同埋许爱婷嘅。咁咧，因为咧，我哋呢个群力派嘅权宜丽舍咧，就系、是、有咁多位嘅委员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群力派嘅权宜丽舍咧，系发展得非常之好，会务咧亦都系非常之顺畅。首先，我可以俾咁多位嘅掌声，多谢我哋咁多位嘅执委先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请香港武术联会副会长兼义务秘书长尹庆荣先生，带领领誓，同时亦都有请吴文坚律师为我哋进行监誓，有请两位。好，请各位一齐举起你嘅右手。我讲一句，大家跟住讲一句。不過讀第一個字如咧，就以後就講你自己嘅名得啦嚇。好，啱啱開始。如謹以至誠，遵守會章，服從決議，盡忠職守，致力推廣大政，堅持不懈，謹誓。好，鼓掌。好，多謝咁多，多謝黃生，亦都多謝吳老師。但係有請我哋一班嘅執委留步先，係啦。因為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請油尖旺區議員中港武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呢一個嘅委任狀嘅。咁我哋有請社長曾瑞卿先生代表全體委員接受。可以望一望我哋嘅攝影師啊。我哋呢班執委咧，個個都勞苦功高嘅喎，個個咧都非常之幫助我哋嘅會務啦。咁所以每一年嘅晚宴咧都進行得非常之順利嘅喎。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掌聲佢哋啊，好唔好啊？好，多謝兩位，係啦，亦都有請我哋一班嘅執委咧，首先移步到台後先，係啦，因為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大合照嘅時間嘅，係啦。小心啊！小心咁多位留意留低級，係嘛？喺台後邊企一邊先，因為我哋等陣間咧就有一個大合照嘅環節嘅。而今日咧，又為咗答謝咁多位主禮嘉賓抽身出席我哋嘅晚宴咧，咁本社咧亦都係有少少心意紀念品去送翻俾我哋嘅主禮嘉賓以示感謝嘅喎。等一陣先，因為咧，我哋想送咗一啲嘅主禮嘅贈品咧，俾我哋嘅主禮嘉賓先，係啦。咁所以咧，就要麻煩各位執委咧喺台後邊等一陣，咁手下嘅時間咧就可以再嚟翻台前坐低咁樣嘅喎。因為我哋都想多謝我哋嘅主禮嘉賓咧，佢哋百忙之中抽空出嚟去為我哋進行呢一個嘅儀式咁樣嘅喎。咁首先有請主席楊德山先生為我哋敬送嘅。有請香港武術聯會副會長兼義務秘書長尹慶元先生接受。好，多謝尹慶元先生。接著有請油尖旺區議員中港武太平紳士接受。好，多謝曬中港武太平紳士。跟住有请义务法律顾问吴文坚律师接受。好多谢晒吴文坚律师嘅。接住有请主席杨德山先生留步，为我哋致谢词。尹慶元 NTV TBS
中國武大平紳士吳福堅律師、楊華新師傅、馬華師傅、張永雄師傅、王少平師傅、許世昌先生、各位榮譽社長、榮譽社長、各位來賓、各位社友，你們好。今晚是群力解決權宜計社頂新年聯歡晚會，同各位永遠榮譽社長白王忠、郭勇、李雲子麗，各位榮譽社長、榮譽社長，各位嘉賓親臨指導，本人謹代表本社及全體執委致深切謝意。本社成立至今已經第八年，期間各位本社教練衷誠合作，以及全體社員同心勤力，致力參與各種公益，例如健康快車、香港中國龍獅總會聯合主辦的武林群英五光榮，各個醫院和香港中國龍獅總會聯合主辦的武林大會如言學院等。但是本社成立的目的是練習研究太極的權利，以強身健體的為目的，聯絡社友之間的感情，參與公益事業，舉辦各項社會活動，增加社員學習的情趣，以求身心健康。藉此機會，多謝本社榮譽社長楊華新師傅、創社社長蕭偉斌師傅，在每次表演之前、參賽前，指導每位社員，令到表演變得更出色，比賽獲得優良成績。在此，本人謹代表本社的執委，謹代表本社及全體執委，多謝今晚每一位的工作人員，尤其是今晚幾位先賢。最後，祝各位身心康泰，多謝各位。不單止認識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大合照嘅時間啦。咁咧就我哋一眾嘅女士咧，可以坐喺台前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後排第四排嘅師傅咧，都可以企喺企起身喎，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就影唔到你哋啊。呢張咁靚嘅大合照咧，一定要有曬咁多位嘅師傅咯喎。望一望我哋嘅攝影師啊，紅色衫呢位啦。嗱，咁台上咁多位嘅師傅、主理嘉賓同埋我哋嘅執位咧，都望一望我哋紅色衫嘅攝影師啦。好，準備，一。哇！呢張相一定是最有紀念價值的，因為有曬我哋嘅主禮嘉賓啦，同埋有我哋一眾嘅師傅。咁等陣間佢哋嘅表演咧，應該係非常之精彩嘅喎。今日真係人才仔仔啊，陣容真係好鼎盛，冇錯。嗯。影多幾張先。主禮嘉賓、咁多位師傅同埋咁多位嘅執位嘅，係啦，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就可以移步到台下咧，去享用我哋嘅晚宴啦，咁同埋咧，等陣間可以繼續細心欣賞咧，我哋跟住落嚟嘅節目噶喎，係啦。